外面天气很好啊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也不用出去走走。桃子代表长寿，红色的蝙蝠代表鸿福，你的福寿双全由我来保证。说笑的啦。外面天气很好啊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也不用出去走走。好像这孩子刚才是从商场里被抛出来的。别怕别怕，我们一起走。大家别慌，先撤出安全的地方，远离高层建筑。哎，孩子你去哪儿？我跟朋友跑散了，我要去找他。先离开这里。哎呦，你这小孩自己都受伤了，前面有药店，先去把绷带帮一下。听话孩子，老头活了几十年也经历过地震，眼下这情形不太对劲。先行动起来，大家都往安全的地方撤，走散的人应该也会往那里走。带小孩的走中间。小妹妹跟紧我。哦，好。前头好像没什么响动了，可能暂时安全。啊，对对，我好像还听见警笛声了，有人来救咱们。呼吸呼吸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分心，但不要偷懒哦。江武，桑田，警觉。胜利者的节奏，没有人能敌手。曲姐已经被我们清理了，目前这里是安全的。现在人看不见我，交流情况就靠你了。谢谢，真的非常感谢。谢谢，你是从那边过来的，我们想去道路那边求助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多谢了，真奇怪，好像突然呼吸顺畅了。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毒气之类的吗？孩子，你是救灾人员吗？年轻人，方不方便给我们带路到救助点去？那边的商场里还有很多被困的人。他看起来就是朝着商场去的。这孩子能救下我们，也许是掌握了目前的情况啊！我是个老师，孩子们的表情总能读个七七八八。别担心我们，孩子，去吧，去你能真正起到作用的地方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对对，请你帮帮他们。战场无情，千万小心。将军们，
警觉。尽我所能。自有天成。纵有家产万贯，不如汝瓷一片。先来交换联系方式吧，以后可能会经常用到。谢谢广大。小妮，小妮，还是小妮，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